全国政协啊，高度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，积极推进有关工作。去年两会期间，政协委员递交了很多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提案方案，其中有158项这样的提案呢被立案。今年两会期间，政协委员将以大湾区建设为主题开展小组讨论。全国政协啊，今年还将围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、促进大湾区内部青少年的交流、创新体制机制等主题，通过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、对口协商座谈会，组织委员开展专题调研等，开展网络议政活动，各种形式来建言献策，凝聚共识。全国政协啊，将充分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，支持推动大湾区建设不断扎实地向前推进。